调查程序。印度官方呢的相关人士表示，这类暴动在当地是相当的罕见的。而画面中你可以看到，这员工拿着灭火器乱喷，旁边的人不断叫好，还有人烧毁车辆泄愤。这景象发生在印度南部的卡纳塔卡省，当地的伟创工厂呢发生员工暴动。根据印度媒体报道，当地员工因为没有拿到薪水，愤而到厂房抗议。印度警方逮捕了约100人。印度官方消息人士表示，中央跟省政府对此案十分重视，目前正在积极调查当中。